翼龙新区人民医院项目工程自开工以来，施工方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目前已完成整体工程量的35%，医院整体已初见雏形，项目预计2023年投入使用。在施工现场，工人们正进行满堂支架拆除、绑扎钢筋等作业，现场一派繁忙景象。目前上工的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，他们分木工、钢筋工和泥工班组、防水班组和那个水电班组。翼龙新区人民医院项目建筑面积6.79万平方米，含急诊一级综合楼、住院综合楼、高压氧舱楼、传染楼等。项目建成后，将进一步优化翼龙新区医疗环境，提升区域医疗水平，为群众就近就医提供便利。目前我们是门诊楼施工到2层，就3层的底板，南楼是钢筋底板的钢筋绑扎，然后北楼现目前是防水施工。我们下一步的计划要求是门诊楼是在7月20号左右主体结构封顶，然后在住院楼的南楼、北楼、高压氧舱和传染楼，计划是在今年的12月份左右完成。翼龙新区融媒体中心报道。以上就是今天。